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汤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是2023年2月25日，让这款《菜鸟小忍者》，这是一款 roguelike 加自走棋加放置战斗的武侠游戏，于2月24日上午10点开启三档测试，测试结束时间3月3日上午10点。我们将扮演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菜鸟，义无反顾地走进刀光剑影的江湖，不断与各路高手一决高下。这里有多种门派、技能、天赋、职业，只需一根手指即可轻松畅玩。人物形象是剪影的黑色小人，战斗方式为全自动放置，击败一波敌人后可以三选一武学功法，根据门派招式有收集成套的 buff 加成，也有自走棋身心功能。初始使用木匠之子，随着关卡成就解锁更多的侠客人物，位阶分为白色 N、 绿色 R、 蓝色 SR、紫色 SSR、 橙色 UR。 接着就是我试玩的游戏画面与体验。OK， 来吧，来玩这款菜鸟小忍者。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叫小忍者了，感觉像武侠游戏。好，读取中，为什么？重看一下。好，来看一下哦。武侠 roguelike 手游《菜鸟小忍者》，2月24日哦，正面测试。开服时间、关服时间到3月3日，那就是测试服嘛。好，我们来吧。不会又在加载吧？啊，哦，好了。我点好像没用就全放置吧，看起来是全放置。一剑招魂，他把那个火柴人系列那种左右攻击取消掉了。火柴人系列也是那种黑色的角色嘛，黑黑的，然后可以左右攻击闪避这样，他好像拿掉，把它做成放置这样。好，抽装备十连。来穿装备，装备一件换装。他是要学那个啊，忍者必须死啊，也是剪影风格。可是人家是真的忍者啊，那这是武侠游戏啊。这边的话齁，我觉得我会选 R 啦。N 跟 R 当然选 R， 对不对？这边有 SR，有点像是自走棋，是不是？要三个一样，是不是合成，然后可以跑出来？好，你看这边有护龙门的一点的，然后这个是看一下一点护龙门。全掌点苍派、雪山派，我这边有点苍派嘛？我现在一点有三个嘛，然后点苍派一个，然后再学习两次可以升星，大概这个意思吧。就是因为我看他游戏介绍，我说是自走棋啊，自走棋就是没有 roguelike， 那他是 roguelike 加自走棋。这边的话，我也不知道，一点。这样就一星了吧，二星了吧？这边一点嘛，两个是不是？我们这个应该是补血吧？攻击时造成伤害可以恢复 10% 伤害值的生命上限。就你看我这边绿色字嘛，一直在吸血。这边有雪山派，学一下，虽然烂烂的，很挤的。当前属性。所以我们不用管上面的战斗了，我们只要去策略，去想说我要怎么去合成。它也会提示你嘛。那这边可以增加战斗速度。哇嘞，要看广告。好吧，那我们就慢慢玩，好，慢慢玩。我来看一下，在学习师，在学习，在学习可以一星。然后这边可以一星。
哇，我的这个武学怎么越来越多啊？没有限制哦。我们现在第二章了，好，直接领取看广告双倍庆典礼包。这游戏台服会不会出啊？我觉得会，未来。只是游戏名称可能会被换掉，因为它是武侠游戏啊，因为它就自走棋加 roguelike， 然后放置，就是三个元素把它融合在一起。功法有64种哦，刀法、剑法、枪剑、拳掌、外功。一键升级是怎样？好，没有。它的缺点就是，我觉得这个首页有点乱，首页的按钮有点乱。简单说就是氪金的东西太多了啦。然后它虽然是那种剪影风格，有没有？但是它这个还是晃晃的，金光闪闪的。不过我会想要接着一直玩下去啊。有些游戏你会5分钟就移除了，那这个游戏我不会5分钟移除，我可能会再玩一下。就是如果我有时间的话，哦，但是我在试玩啦，所以就没有时间。然后这是放置吧，然后放置，然后就有这个铜钱元宝，然后这 buff 吧 ，buff 通常是看广告了，或是开 VIP 吧。有没有这些都是氪金的？它氪金太多，我不喜欢。这个没办法哦，去广告。然后排行榜还没开，没有社交吧？应该没有社交，没有聊天室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功法，就是刷功法战斗。然后还有装备这样，一件换装，有没有一件升级啊？然后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角色现在是 N 角而已，木匠子 N。因为我看他这个是武侠游戏嘛，武侠游戏你还有变化就是角色嘛，角色可能要去抽啊，或是去解锁啊。哦，这边有，哦，没错，跟我想的一样。哦，这个是 N 还是 U 啊？可能是 U 哎，没有 N， 那这是 U。N 跟 U 怎么那么像啊？写的好像哦。程式飞，那他这个不是用一些金庸的名字啊？楚留香，哎，留香公子，好吧。天蚕老人，天蚕角，青阳太子，风青阳，段天涯，我不知道。寻欢，李寻欢，这个我不知道。就有些角色你会去联想啊，三少爷的剑。他这边是小少爷，三少爷的剑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。三少爷的剑超级快啊，那个小说，很老的小说，好像以前有拍过电视剧，那我看过，已经忘了剧情，只知道三少爷的剑很快。正科之子，正科之子就那个正二代啊，我们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大部分都正二代或正三代，没办法。他们有政治资源，从小就耳濡目染嘛，所以一些地方拍戏啊，都是他们的家族事业啊。爸爸可能就买票嘛，被抓去关，那老婆就出外选，很多都这样，老婆就出外选，或者是儿子女儿出外选，老爸贪污被抓了，就儿子出外选。我不用明讲啊，大家应该知道啊。就是有些政治人物的是这样嘛，比如说高雄市的啊，老爸不是每次都被抓出来编一编，或是什么花莲的啊，或是谁啊，老公怎么了啊，爸爸怎么了啊，老会选他的人还是会选嘛，因为那个是装脚绑装，我觉得政治就是这样，你就是要去，好了，我们不要讲那个，为什么会讲？因为这边有一个这个。政客之子，秀才之子，我现在是什么木匠之子啊？小渣渣一个，小渣渣，小渣渣，
好，副本，挑战副本，竞技对战，然后锻造台，这是我们的抽，1号1万，我有办法抽吗？哦，我有办法抽，我有一万是不是？他没有直接让我们直接穿装备哦，我要自己再用是不是？然后没有用的，你可能就要把它融合吧。诶，那个侠客怎么抽我不知道诶。未解锁，解锁成条件是什么啊？现在不知道诶。就是撇除它这个界面太多氪金的东西，我觉得这游戏是 OK 的。好看广告在这儿。那我们再来玩一场。剩余二这边是怪嘛，然后有15关，第三章我不知道能不能过。少林派，好，少林派吧。少林派啊，学习就可以升一星嘛，生命上限、攻击力，你不用判了，你就看攻击力，想加攻击力就加攻击力。哦，这边有一些基础的功法，少林派啊，然后这个是什么什么的，生命上限，生命上限，什么都生命上限，学个 R 吧。我学好几千万呢，用万的5000多万是怎样啊？这个万有意义吗？哇，抓奶龙爪手，龙爪神手，龙爪手，点苍派的哦。学习2次，哇，这个你看这个攻击力20%，但还是要学那个比较高阶的。好，干掉第5关有个小 boss，这个我们再看一下哦，攻击力15%，反正你就先看那个 RNR、SRSSR 之类的啊，去挑。这游戏就是去挑这个你想要怎么升这样。好，这边可以回血，就吸血啊，简单就是吸血。学一次，我看一下哦，这个攻击力加20%，我这边可以学23招诶，已经23/7了。SR 哦，隐忍图刺。哇，隐忍图是要干嘛？他这边没有写，因为我刚刚学过了，他就没有再秀了。这边有一些我刚学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当前属性，我要加速啦，加速要看广告，没办法，不看。我觉得我打不太动说，血越来越少了。神龙拳法，随便选。好，打不过了，打不过了，没血了，没血了。一点，枸杞养生，酒药养气，可以合成，是不是？获得吸血，酒药养气。然后我要这个什么枸杞的。但是他帮我补血，他知道我过不了关。他这个游戏有设计过，哦，出来了。就这两个东西可以合成，是不是？攻击可以恢复血量，那我们就可以吸血，吸多少啊？吸好多哦，吸不到几百万。我这边还又有了，又有了，继续吸是不是？反正有 SR 的你就学 SR，我这边有一点的，我现在有2本啊。它就分功法跟那个门派啊，它是那个哪个门派的，少林派什么的，龙爪手应该可以过了。好，现在15关、14关。
真的是自走棋玩法啊，自走棋是这样，就是去合成小兵，然后去战斗。那这个是合成，也不是合成，就 roguelike， 然后选功法，然后可以慢慢升星这样。雪山派一点，你好一点达四级，四本啊，四本这边又有攻击力、伤害啊，什么生命上限啊，这边都有。就是我要学这个一点，当前属性。好，他们的手影被我 KO 了，终结 KO。好，觉得 OK， 这个算是比较有融合到，把好玩的东西给融合出来啊。好，就是我刚说那几个标签嘛。好，这边要送我们侠客了，是不是啊？抽宝箱，抽侠客，丽秀公主，马上换。马上换，上阵，一键升级。那我装备是丽秀公主吗？真的，可是这个图像怎么没变？好烂哦，没有变成公主的形象。这个不 OK 啊，应该是没有变公主的形象，只是换她而已。那她厉害在哪里啊？攻击力300万哦。那我们这一只攻击力100万啊，还是有差。然后你要升级的话，就需要铜钱跟那个侠客数量才可以去升。好啦，那就先这样吧。哦，这个战斗中还是这个形象啊，看起来是这样子。好，领取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